我一次就喺嗰个位冧落嚟啦。当出咗事之后，嗰、那个礼拜经过亲嗰度咧，都好自然只脚会松一松，慢少少。屯门公路巴士档案惨剧，一度向驾驶人士响起警号。不过个中教训仲有几多人记得呢？而家咧，架架车都冇，根本唔记得件事噶啦。去到嗰度，头先我行紧车嗰啲都系咁过我头啦。入嚟嗰阵时，你话佢点止七十啊？有好多人咧系要自己查都镬大大镬噶啦，佢先知惊嘅。香港路窄，车多人多，要适应呢个道路环境，不同驾驶者各有一套揸车哲学。作为一个新人，如果要融入呢一个社会嘅道路系统咧，就一定要迁就佢哋嘅文化咯。都听过人讲话，你打灯咧就好唔着数嘅，咁因为人哋见到你咧就会即刻快啲唔俾你过线嘅咁样样咯。我点解唔让你呢？因为我都唔知道你去左去右，想前啦定想褪后。你睇下同边个碰撞都唔好同我碰撞，唔系话我揸稳食车大晒，而系问题就话我唔想有意外发生。有啲职业司机，佢谂住攞咁劲、抽咁大架车去吓你、恐吓你，嗱我埋你噶啦，你好停啦。咁嗰啲我可能会个心态就话唔俾你过。点解啫？因为我会觉得我冇错，我行正条线，你撞埋嚟咯。撞就唔怕撞啦，因为架大车嘅座位又够高啦。你够胆撞埋嚟啦？你撞埋嚟，你个头都未到我脚咁高，你几时撞到我个人啊？但系就好怕佢 cut 我哋头咯，成身力踩晒落个鼻咧度，夹硬耷停架车嚟避佢。有时真系谂下，唉，唔踩鼻咧，撞埋你度等你死下啦咁。唔礼让怕蚀底是不少驾驶者的典型表现和心态。有心理学家说，很多人一坐上司机位都会变得格外急躁。总事私家车慢事我车我两个玩我得哇拉去了。我哋上咗车就其实系多咗一层嘢包住自己，车咧就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咧就系保护自己嘅功能，另外一个嘅功能咧就系攻击嘅功能。喺外国咧做好多研究咧系关于叫 road rage， 台湾亦做路怒啊，即系咁呢个路怒嘅发生咧，一个好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嗰个道使用者在驾驶嘅时候咧突然间去。扮演咗一个法官、警察同埋系執行公义咁样人嘅角色，佢觉得你点可以做啲咁嘅嘢，即系对我咧？点可以做啲咁嘅嘢对其他人咧？咁你系危害其他人嘅行为啦。于是佢有啲嘅方法嚟到去惩戒佢啦。例如咧，佢可能系将架车抽去佢前边啊，然后我踩壁嚟到去截一截你。阿淡靠揸车稳食十年，三年前转揸的士。对于好多人批评职业司机的驾驶态度最恶劣，他认为不可以一概而论。不守规矩不一定是职业司机咯，最主要有时啊，有些不良司机即系挑衅啊你啊，佢同埋佢嘅感觉俾你就话你唔让我撞你。我哋成日喺个路面度揾食嘅，都睇到化晒，冇必要同佢争。为着荷包着想，唉，你叻咪俾你叻咯。喺马路上，货柜车堪称巨无霸，最具杀伤力，所以经常俾人一个大车虾细车嘅坏印象。货柜车司机叶汉话。好多时呢啲只系错觉。五十几尺架车，人哋唔让你，你永远都过唔到线嘅。唯一一样嘢就系、
拋佢一下，唔留神距離遠啲咁多，起步慢啲咁多，你食咗個頭過去，佢就變咗佢焗住要讓你。不過葉漢話，有時正因為貨櫃車車身大，反而會俾細車蝦。好似上斜佬，我哋行順咗，攞住個五磅慢慢熬上去，突然間有架車攝埋嚟，你累到你窒一窒，當堂要落翻個三波。咁你喺個斜佬度，你三波上唔翻個五波，咁你變咗用個三波慢慢熬上去，嗰時你又會好敏噶啦。咁樣速度限制七十公里，佢突然到你九十公里，他會俾張報表罰分扣三分。超速駕駛係交通意外主因之一，亦係最多香港司機會犯嘅違例駕駛行為。警方去年全年總共發出超過180,000張超速嘅告票，其中半數以上要罰錢兼扣分。唔少司機將超速駕駛視作等閒，做得我哋呢行。通常追時間都冇辦法㗎啦，為咗搵食，有時唔想得失個客，焗住都要㗎啦。你心情太緊張，揸車老實講，我有時會亂章法，一定會快。搞掂。我嘅習慣就係開車呢，就不嬲都冇乜睇米標㗎啦。以路面嘅情況為準囉，冇乜車嘅時間就會重啲油啦，開快少少啦。的士司機阿譚就認為，佢哋超速往往都係身不由己，情有可原。有時咧，我哋係跟住個大方向嚟行嘅。某啲路段係啊五十啊，但係架架都行緊六七十嘅，我突然間一架行五十，一係就後面炒埋一碟，一係我就要靠邊站。如果我靠邊站個客，我話司機你冇嘢係嘛？架架都咁快，大貨車都係咁快，咁點咧？究竟係歸咎邊個咧？唔單止係揸揾食車嘅司機，揸私家車嘅都同樣覺得偶然超速冇乜問題。哇！喺呢個嘢有問題。咦？係喎，呢個咩 ？Lewis 同班朋友經常喺假期約埋一齊遊車河，交流駕駛心得。快十公里、八公里，我唔覺得有問題啦。會首先我會咁諗先啦。咁同埋可能嗰段路我會比較熟啲，即係譬如話可能日日翻屋企都會行嗰條路嘅話咧，我會覺得都唔會有警察啩。我心態就捉翻交通嗰方面嘅相機嗰啲位咧，佢係會有個寬限少少俾你嘅，唔會話八十就八十咁影你。安全嘅情況之下，行快少少，我覺得冇乜問題咯。係超速喎。咁可能個路牌有啲錯啫，應該係可以快啲嘅。睇清楚路面嘅情況，貪一時之快造成意外。要糾正司機嘅駕駛態度，從教育入手有冇用呢？有位男士面對一位揸得比較慢嘅女士嘅話，突然間個腦咧點啊？哇！扯火啦，嬲得好犀利。運輸處年幾前推出呢項駕駛改進課程，向揸車人士灌輸安全駕駛嘅觀念。可惜自愿報讀嘅人數一直偏低，18个月嚟都唔夠2000人。嚟上堂嘅近80%都因為違例駕駛累積扣咗8分或以上，其中好多仲係扣到接近15分，將近停牌。我哋為咗攞3分咯，即係最現實嘅嘢。系啊，唔攞三冇三蚊俾翻我，你就你我坐车都冇用。因为我住得好远，如果冇咗部车揸咧，我都几惨，所以好紧张。最主要都系为咗攞翻3分保障下先。喺将来大家揸车嘅时间，你哋会唔会用翻啲叫安全驾驶嘅态度咧？会唔会啊？而家政府考虑紧强制扣满8分或以上嘅驾驶人士参加呢个课程。進修課程嗰啲嘢啦，而家駕駛學院都有，依家都有翻3分啊嘛，俾翻3分你嘆下咯。不過唔知幾多錢。首先佢教你咩先？教你就話點去安全去 cut 線啊，點樣去唔好違例啊，冇用噶，全部你自己喺曬個腦嗰度噶嘛。你揸咁耐車，你自己有經驗噶嘛，犯唔犯錯你自己知噶嘛。譬如話咧，即扣曬8分係唔可以揸車嘅咧，我就逼住要去讀嘅。我因為
我喜意揸車而去讀個 course， 而唔係話希望呢個 course 改造我。唔會讀咯，因為一來又嘥錢嘥時間，我覺得。咁二來不如快啲扣曬15分，三個月之後再揸過啦。仲令到佢有錢無可，我又去上一堂啫，俾1000多甩翻三分噶啦。即係無端端，我原本兩年內咧，我扣滿15分要停牌噶啦，而家唔怕，可以去到18分。沉住氣，最少保持2秒距離。正因為目前法例罰得輕，往往罰錢扣分就可以了事，所以無論政府做幾多教育同宣傳，違反交通規例嘅情況依然好常見。政府近年不断宣传要安全驾驶，但是交通意外的数字仍然高企，对违例驾驶的检控亦有增无减，香港人的驾驶陋习点先会改呢？目前的情形呢，就是大家都未是完全接受得到这个关心别人的生命同埋避免去伤害其他人。佢短暂即时方法就是惩罚，只要呢每一次超速都被人捉到，每一次捉到都有懲罰的話，這樣我很相信那個的駕駛行為和態度就會很快去改變。有沒有兄弟提供啦？也門公路入也門有沒有古靈精怪？聽下機啦，看看有沒有快相啦，突然间有一架车慢晒嘅啦，话咧你就要规矩噶啦，前少少有 low block， 咩事？陈师咩事？快射准备，快射啦！睇到好跳啊，好跳啊，打佢，系啊，到啦，半个车位距离啊，睇到非常之跳啊，0.35秒钟。有啲人咧，佢会觉得咧系同警察比赛，千方百计。想知道警察在哪裡擺快相啊，在哪裡執法啊，如果他避開了，他就覺得自己贏了一仗啊，或者少少的勝利樣。這個呢，其實是一個沒有對手的比賽，我們不會輸。如果他在個道路上有什麼事故受到損失或者是受到傷亡，那那個人就是輸。一架私家車懷疑切線同一架專線小巴相撞，一架私家車同的士相撞，警方懷疑有人衝紅燈。去年全年有14000多宗交通意外，死亡人数比前年上升近20%。据统计，排龄一年以下的私家车司机意外率比排龄一年以上的司机高出2倍多。新牌肯定个经验是不够的，你学几多个钟呢？尤其是加上所谓有些套餐添，10多个钟他又说要考试了。即只不過是搏一搏嘅啫嘛，咁你個師傅10多個鐘教得你啲咩咧？安叔做咗教車師傅接近30年，佢話而家考牌要求比過往寬鬆咗，但係教導學車人士正確駕駛態度就少之又少。佢批評政府打算強制扣滿某個分數嘅駕駛者，想改進課程，只係亡羊補牢。要等佢遇到事你先至可以吸收到呢个经验，先可以补救咧。咁点解唔之前俾佢有呢个指引，有呢个经验咧？Tuscan 读紧大学研究院2年级，佢好中意玩模拟驾驶游戏，贪佢够刺激。打机就是无论我点撞、点意外、点样犯规、点唔遵守规则，都唔会对我有任何嘅损失咯。3个多月前 ，Tuscan 考到轻型货车牌，作为一个新牌仔，佢嘅驾驶心态系点咧？我会觉得一刻会忍让咯，好明显就系当我熟习咗路面嘅情况，有翻足够经验嘅时候，就可能会揸得比较快啲啊。揸揸下慣噶啦，一坐新牌又慢少少咁啊。Sonia 亦喺幾個月前攞到車牌，佢自知路面經驗唔夠，
为稳阵起见，宁愿再补下课。条路唔熟，睇啲标志唔熟，咁又要顾人，其实就好多嘢顾。而家揸紧车咧，仍然都系紧张咯。考试同实际基本上真系有阵时系两样嘢嚟噶嘛。好，慢慢我哋行先回睇。佢技术上系够嘅，但系对于嗰路面常识啊，犹如啊嗰啲回旋柱啊、highway 啊、嗰啲东区走廊嗰啲地方咧，嗰啲 cut 线嗰啲地方咧，佢系唔够经验嘅。虽然师傅讲过揸车要忍让，但 Sonia 承认以佢嘅性格，将来未必一定做到足。当我有朝一日技术更加纯熟，其你在我的话呢，那我又未必去到话啊俾你任你虾我啦。你喜欢 cut 我咩，我就有你 cut 咩。我想我就未必会是这样的啦。你留意右边先的士啦，留意佢是不是。今天其实是我第一次上高速公路的，但是很紧张。出啦而家出啦，出继续加速，好慢啦。在学车就不可以上高速公路学的嘛，那就完全没有这个经验的。五十咯。Tuscan 形容呢一刻好似上紧战场，哇，同我想象中差唔多咁危险。啲车真系好快，同埋系唔跟嗰个路牌指示嘅车速噶。佢话70系最高速，咁我行60几，后边已经有架车拨我啦。唔单止新牌司机，连揸车经验丰富嘅人，对交通规则同路牌指示，往往都只系一知半解。我问你咩叫两秒距离，你会点理解？如果唔清楚个规矩嘅话，咩叫做为转线前做好准备呢？咩叫做同前车保持两秒距离呢？咁回旋处方面呢，咁一般驾驶者呢都冇人去教佢点样用啦。见路就行，迟咗打灯啊，或者嚟唔熟路啊，咁大家唔清楚界别边一个应该系有优先啊，咁样都会对道路使用者构成呢啲潜在危险。我哋将驾驶学校导师 Patrick 设计嘅模拟试题，俾五位不同类别嘅驾驶者作答。结果20条试题，五位之中有4位答错超过4题。如果以运输处嘅标准，佢哋4位笔试都唔合格。意外频频，除咗驾驶者嘅因素，仲有冇其他原因？前民航处处长骆拱南。有40多年揸车经验，佢多次写信投诉两种指示右转嘅灯号，容易令司机混淆而导致意外。不过运输处回应话，设计系符合标准。因为呢类嘅灯号咧，就系一定有一个代口位，咁喺呢个代口位嗰度咧，就一条让车线，就表示咧驾驶人士咧，就首先要喺呢个代口位度咧系停低，睇清楚对面冇车嚟紧，然后先要右转。所以如果司机是遵守交通规则的话呢，这个设计是没问题的。你就不可以说、哎、我告诉你是这样的，你应该懂的，你不懂撞死你的事，不可以这样。因为太多太多意外呢，是显示出呢、这个这样的构思呢是太过容易引起误会。观塘秀茂坪道下午发生严重车祸，怀疑是司机没有留意交通情况转弯。呢种意外嘅位置系交通黑点，喺发生严重车祸之后，运输处先至派人更改路口嘅灯号，同时取消代口位设计。如果呢个设计系冇问题嘅时候，点解而家已经将个灯位改咗咧？两方面都有嘅，即系如果我哋检讨个流量之后，发觉嗰度系冇咁嘅需要嘅咁嘅设计嘅话咧，就可以取消。亦都系如果话有阵时会发现有啲地方系会有呢啲设计会。是取消了之后会更加提高道路安全的时候，亦都会是取消这个设计的。是几时决定？意外前因为意外后？意外前已经决定了。即是做迟了？其实是一路做紧的。目前全港仍然有154盏这一类绿色箭嘴右转灯号。屯门公路巴士堕崖事件发生后4个月，独立专家小组发表研究报告，建议包括要求运输处同警务处尽快将屯门公路的精速摄影机系统全面使用。原来早在1999年，政府已经拨款2600多万，准备在全港135个地点加装专门足冲红灯和超速的相机，以收阻吓作用。不过拖了5年，这项计划都还未落实。
而家装咗相机监察行车情况嘅覆盖范围，只系原定计划嘅三分之一。上个月，阿淡因为再次违反交通规例被抄牌，兼扣三分，总共累积扣咗11分。佢话避免手停口停，唯有报名上改进课程，实行用钱买分。即系我叫做唔好彩嘅啫，我谂我嘅驾驶态度好过好多人，但有时法例就系法例啊嘛。如果我系一个唔系好嘅驾驶者，我嘅陋习20几年啦，你估嗰7个钟会唔会对我有影响？想改变揸车人士根深蒂固嘅驾驶态度，谈何容易？睇嚟由呢班小司机开始教起仲实际。系啦，过马路要望两边啊，有冇留意啊？好啦，好啦，系啦。